伸出来的玻璃鞋。我很努力的准备这个玻璃鞋，我本来打算自己穿上这个玻璃鞋，但是这个 size 大概只有11吧，啊，我的 size 是40。你自己穿上的话也太牺牲了吧？我想说今天要对那个世纪婚礼，我必须得踩上玻璃鞋。对，我也是，因为他们在途中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个 kiss 啊。小王子，伸出来，今天你的荧幕舌吻初吻就要。谢谢，谢谢清风今天来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不是，我刚刚压力很大。为什么？就是我跟你说，当你的嘉宾比我自己唱20场巡回这样还紧张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刚上台前压力更大。为何？因为你的侧拍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拜托，等一下投屏就靠你了，我希望有东西可以剪。哎呀，小区嘛。怎么会这样子对特别来宾施压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有啊，我们还是有一些桥段啊。啊，什么桥段？玻璃鞋。就是。玻璃鞋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是不知道，哎，这不是送我的吗？来，我们先收好，先把它收好。我刚本来想说，我拿出来也不一定会接走嘛，我已经打算就是要拿着它，拿着玻璃鞋热舞那个副歌，就包抢走。哎，真的很小气。我想说不是要给我的，我的道具是送你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蛮惊讶？因为谁要穿着礼服唱？我有点惊讶。穿得那么漂亮，难道惊讶的不是我唱《灰姑娘的眼泪》吗？这也算是我的舞曲初体验了吧？他就是都是为了你们，我的第一次都是为了你们呢、啊。都是为了我们离大家近一点，离大家近一点，你在礼服。对，我必须要边拉着他。这个如果是一些有心机的朋友，我就踩住你的裙摆。但是不会这样对我吧？如果你踩住裙摆，我跌倒的话，我就直接下台，就叫计程车走。不是啊，如果你踩住裙摆，你跌倒的话，今天我们头条就有了。我是为你好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那你退下。要不要开始 Cindy Baby 跌倒？不要啊！好，不要。我请教四公。刚才唱完那首歌是谢谢清风陪我唱那首歌，因为很多歌迷一直说很久没有听到我唱这首歌，然后有好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偶像很疯？我跟你说，他后面更疯。不会啊，因为接下来呢，因为我很喜欢清风新专辑的一首歌，我觉得非常可爱，所以是我主动开口说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唱这首歌？然后清风说，哇，你真的很会选曲。对，他 sense 很好，但是呢，这是一首非常冷门的歌啊、哦，我真的不是来这边打歌的，毕竟这张算叫新专辑，也是两年前的事情。哎，哦，也是两年了。两年了，很快耶，时间过去了。就过去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它叫做《海妖杀人》。你看，一片沉寂，没有听过。有吧？很可爱，是我很喜欢的。终于被割出了狼口，跑出了花朵，拿到这把雪莲敲成了金手，一首一曲孤独。你应该无牵羊不回家口，应该不感觉每当都是痛，你应该沉溺于每秒钟中梦。No.
片茫然，可是他们现在给我最热烈的回应，让我觉得你们个个都心地善良，还有心地善良。没有，哪里有？他们是心地善良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不要这样子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希望你们今天不要觉得我占用你们时间啊。一点都不会，好不好？吴青峰。还是接下来都我唱，他先回去休息。好吧，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吴青峰了。毕竟后面如果有一些点歌也是我擅长的。对，因为你一般都，我昨天是罚钱嘛，我昨天唱了罚钱。今天应该也要罚吧？我没有，今天不会是不是。没有，应该不会吧？这个时间点。罚钱，在小巨蛋罚钱，问谁？问我，我是前辈。对，因为你都是唱到关灯嘛。对，第一个被罚钱的就是我。两分钟就罚我，可以不？今天不要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你有个技巧，就是他罚两分钟也是罚，可是他是十五分钟一个区段，所以你进来已经罚了，你就再唱十三分钟。不行啊！不要这样子，没关系。今天有提早一个小时，应该不会被罚吧？对，应该是不会。对，应该不会被罚，除非你今天现在 talking 一个小时，就有可能被罚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是蛮担心，就是也不是担心啦，担心我们麦霸是不是？很期待我们两个可能会讲太久。啊，你很会说话。我没有那么会说话。也算是老艺人了，很会说话。你比较老，我比较老。你先出道吧。真的吗？我的第一张单曲是2004。你那个你知道四发太大声的时候，会很想叫我去死呢。对，你应该是前辈啊。一年为2003。一年也是前辈，前辈就是前辈。我今天好来上道具，谢谢。怎么还有道具？什么道具？今天青峰呢精心准备了玻璃鞋，所以我今天也有准备。